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？三千大千世界是佛教对空间的客观描述，是佛教三观中世界观的重要概念，不是什么夸张的艺术性的表达哦。佛将一日月所照称为小世界，每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，每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，每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。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不能理解为有三千个大千世界哦，这里的三千是说一个大千世界包含一千乘一千乘一千个小世界。至于宇宙中有多少个大千世界，那就多得数不过来了。我们所在的娑婆世界在其中也只是路人甲的存在。佛教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实在是让人感叹人类的渺小，想要探知宇宙中的所有真相，只有等到成佛以后才能做到了。若以佛菩萨无碍自在力，无量劫可以缩为一念，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，一毛孔可以纳入三千大千世界，念劫圆融，广狭自在。面对佛的这种无上甚深微妙的神操作，你的三观得重建了吧。No.